尊敬的评委老师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苏斯密达努塞尼，马兰古利大学的学生。我演讲题目是今年是周年马兰公约。随着马兰古利大学公学学院的建立，随着对韩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也增加了。他们可以试着在马兰公园学习，真的很酷，对吧？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学习中国文化，比如书法、中国舞蹈等等。毫无疑问，马兰公园的老师是中国人。随着马兰国立大学公社学院成立十周年，我希望他能习武习法，让人们学韩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。祝马兰公园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。